就是你只要会穿背心，你基本上就会穿内衣，勾上去，拉起来，三秒钟穿好一件内衣。前拉是很方便，那它有钢圈吗？它完全没有钢圈。肩带的部分加宽，对，它加宽了大约四公分的状况之下，你穿着起来很舒服。再来完全弹力，帮你做到自动调整，侧边的副乳也够包，所以你这边包的时候，你看到在这个杯型的设计上面，它是做这种水滴杯，你胸部放进去的时候就会把它捧起来，就会很稳定，而且它固定很好，因为再来它弹性很好，因为夏天大家怕闷热，所以它的整个罩杯做的叫做低温石墨烯。它可以帮助循环以外，它可以快速散热降温到5度，然后再来它里面又加了这个很特殊的这个锂离子，所以你不会臭臭。身体有汗水湿气出来的时候，第一个它可以快速吸湿排汗，这个是我们的能量灯泡，放到上面，那是石墨烯，可以帮助导电的那种石墨烯，有微电流的。对，罩杯是最厚的地方哦，还这么透气，对，舒适的新选择，对，它又凉，对，又方便，又好穿。